今晚做什么菜啊？胡萝卜炒牛肉。嗯，我发现买了这个方便多了。是吗？我看一下。嗯、你看。啊。哎，我有。它一电刮到手。太短了，你那么短就别播了。我这不是给你演示一下吗？我都擦完了。嗯。擦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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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今天去买这个胡萝卜的时候，嗯，它这个是从那个地里面现摘的。啊、嗯。我今天过去看到那个小孩子就拿着这个就在那啃，好新鲜的、嗯、宝宝你要不要也啃一个？好啊，你现在从早上买的到现在能啃吗？应该可以吧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卡住了，卡住了、嗯、卡住了。你帮我把这个拿去挂外面呗。啊，现在天气凉，挂外面它不会坏的。好的。这里放了好多青菜，嗯，都是放在外面这里的。不用切太多啊。嗯，少切一点，少切一点。嗯，少吃点肉，多吃点菜。不是应该要多吃点肉吗？嗯，不吃长胖。好看吗？就啊，不错。嘿嘿。炒的肉啊？啊？我是水煮肉。水煮的。嗯。嗯。我还是不能吃炒的。我可以吃水煮的，分个炒来给你们吃。看。什么？看。小帮手。要学他说话呀，他唱歌啦。你是不是要学他唱歌？他。哎，对，要说话嘛。啦啦啦！你干嘛？啊，你干嘛老摸鼻子呢？啊，你现在都不流鼻涕了，你还老摸鼻子？上来，又去哪玩去了？嗯。哇，你弄得好脏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？你看到没有，好脏了吧？你进笼子里去吧，好不好？你看今天你吃这个骨头，关你起来，这里都是脏兮兮的。来，进来。我拿点葱进来呗。嗯。小葱，拿个三四根的样子吧。好的。嗯。拿去。掉了。掉了。来。哎呀。掉了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不客气。不客气。你就这几句话说的倒是挺溜的。嗯。干什么？机器人。起来吗？机器人。机器人。我是机器人。跑了。跑了。我是机器人，现在要出人。他在干什么呀？啊，跑了。哎，他跑了。他在干什么呀？用手臂。跑了。哎，跑了。疼了。给，烫烫，快烫，那吹吹一下好不好？好嘟嘟，好嘟嘟。你吹，你说呼呼，快点，呼呼。吹呀、啊，吹呀、啊，你不吹怎么吃呢？哎，啊，吹一下啊。嗯、哎呀，好烫，好烫。吹一下，妈妈给你吹一下。烫烫啊，慢点，烫烫，慢慢咬，好不好？啊，先吹一下再咬嘛。好的，好的。吹一下，吹一下再咬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的哟。好烫，好烫，是吧？吹一下再咬。好呀，洗肺。洗肺。哎呦，洗肺。洗肺。好呀，洗肺。出来。啊。帮着你，自己搞定，自己搞定。他不吃啊。不吃，爸爸给你吹。我吹了给你吃啊。嗯，好香啊。但是这个味道太呛了，你要。我又忘记了。哎呀，开白目症。哇。你看他实在是太吵了。抽烟机不开不行，你看。
开完的烟全部出去了。没有碗脏了。啊。现切。这样挺好啊。爸爸吃饭啦，快点。快了。吃饭呢，叫爸爸。叫爸爸，叫吃饭。哎，乖。吃饭呢。吃饭啦。嗯。饿扁了。你进去。一会儿你吃饭也捣乱，听话。哎，好。吃饭，你要吃这个吗？我不吃那个，我吃米饭。哎，吃饱了出来溜达溜达一下。好，下去吧，宝宝。好。关灯啊！关灯。叫。咦、哎，慢点。叫。看，关门，快点哟！关门，鸭血不见了。啊？不见了？怎么不见了？快去接。走。爸爸。谁是妈妈？爸爸。哎，对，爸爸。爸爸。哎，乖。快坦言。坦言。狗狗。狗狗。来吧，下来吧。坦言。下来走。下来。我抱着你吧。哎呦，你真的吗？真的。有那么冷吗？故意的吧？啊，好冷啊！你一说冷，他就故意的，你看。好了，不冷了。不冷了。啊，下来走，下来跑，下来活动活动一下。走，跑起来！跑起来！要插起来吗？插起来吗？把花插起来。一会儿就掉了。掉了。好了，可以吗？好了。没掉，走吧。不在那个有蚂蚁。妈妈，这个呢？妈妈，回来呀！你跑那么远嘞？快点！跟着小朋友跑那么远去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一个人跑啊？看到小哥哥就跑了。不要爸妈了是吧？想跟小朋友玩是不是？是是啊，明天天晴，我们去垦丁玩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走吧。行，走。